嗨。嗨。二十楼的客人叫了按摩服务，人却不在。我可以在你们这儿休息一下吗？你好，请问你住哪个房间？你们两个人一起吗？谁？值班保安。什么事儿？楼下客人反映你们的浴室有漏水，我们来看看。进来吧。哎，这里没漏水啊。拿了什么？钱呢？哎，狗队，这片怎么还有女保安？两位，请等一下。我操！我，你大爷！你大爷的！哎